该管政府综合规划处高龄优先城市计划，结合人寿公司工业资源，已经办理轰炸人武功的讲座，运用高龄自身防身术，传达轰炸片的观念。嘛，有老师带领许多来做健康操。在我们鹿草乡鹿草社区新营社区来举办这一次的反诈骗宣导活动，那我们的长辈都有很多的收获。那么也希望南山这样的优质企业可以继续来到我们嘉义县举办类似的活动，一起来合作这个防诈骗的讲座，防诈骗武功。那目的就是要宣导，就是我们的在地的长辈们，就是要认真对待现在目前诈骗很多，那要什么样的招式，然后去防范这样的一个诈骗。很感谢就是郭处长跟嘉义县政府，那这边呢南山人寿就是未来也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跟嘉义来合作。综合规划处处长郭海庭表示，也感谢人寿公司连续两度和管府合作，希望合作时代预防诈骗，未来也继续来推动高龄优先社区。我相信我们的一些老习惯哈，对这个诈骗哈，更深的这个了解，所以说呢，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啊，你讲讲哈，咱管府啊，还是讲咱在一寡外面的大企业哈，能够多多举办这种活动。社区理事长感谢你讲，感谢总规处含人寿公司到现场，用时代当理解的方式来教导反诈骗，买单让时代出门活动警觉，真正是一箭二鹿。记者黄美佳，国安采访报道。